找到我啥意思？这块跟前没有中介啊？也有，也是中介收费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咋这么些？我碰着这些了，你是最实在的。关注鬼头，带你看真实房价。咱们现在的位置是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，对吧？对。在我身后有个小区叫东兴花亭，旁边这位美女呢，她家在这个小区里边有一个房子要出手，对吧？是啊。刚才沈阳下了一场大雨啊，现在这个时间段非常非常凉快。咱们是人行横道、封闭道路，安全拍摄，走吧。这块附近有没有什么医院呢？大型超市什么的，还有学超校市前面特别方便，出去从内侧那个西门附近就是吉祥市场，然后吉祥夜市儿，然后是老年人的话买菜啊特别方便，出去就门就是，然后后面是咱们也是道对路，就是我们这个大东区比较知名的辽二小学。然后医院的话，前面也是在那个吉祥里那个辽沈卫生院，平时有个小的感冒发烧什么的，看诊问诊价格还便宜。你是中介是个人呢？我自己的。就这楼完了还是一楼啊？对，一楼。那我来。就是趁着那有点裂了，它得把了点对，钥匙真有点得把着点，这钥匙不行了。小厅不大。这一进门，这个是啥呀？这是卫生间。这是卫生间呐。对。卫生间也不带窗户你得配把钥匙去，那钥匙不行啊，那么的。厨房也挺精致，但是厨房带个小窗户。多少平这屋？51.38。这个厅高两张床，一室一厅，买钱多少钱？买钱40，也就40万吧。他还有贷款。9000多。对，买4年，好到5年吧，还有半年就5年了。再也是主要是考虑老人住，最好就想一楼，他上不去电梯，害怕电梯，有时候害怕。完了就想正好一楼来回进出方便。那现在为啥要卖它？孩子要上中学了。孩子上中学，老人不在那边又买了一个上中学的房子。哈哈，看不出来你像孩子上中学的。孩子快上中学，孩子快4年级。找到我啥意思？这块跟前没有中介啊？也有。也是中介收费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咋这么些？我碰着这些了，你是最实在的。你是正贵的时候买的，然后现在你是最便宜的时候想卖。你自己想吧，卖多少钱？我就想卖41。你40行不行？我想本儿。那我就。我不难为你。40.5行吧。你自己说的算。我就想这个价。40.5吧。行，就本来北走，本来本一走，行，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评论，好了，咱们这一期沈阳大东区探房就到这了，下期再见。